上，你开车门撞到人家的车，在这儿叫个不停，别以为我听不见啊。哎，你这个不是月租车啊，麻烦你身份证驾驶执照。怎么现在乌村也有保安了？什么身份证啊，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我叫吴顺，不信你问问街坊啊。进福鲍鱼聚宝盆，谢谢。我先看看，怎么没有鲍鱼呀、啊？应该在底下，太太，你回去找找，谢谢。啊，找到了，妈妈。哦，不好意思啊，搞错了。不用客气，谢谢。但是只有一块钱那么大。啊？小飞哥，你还冷吗？不是啊。不是就解开几个扣子吗？高领，扣上吧，扣上吧。但是姿势要摆得专业一点，就是你会不会摆？一二五。会。摆来看看，一。啊。二。啊。行，你打住，你在这站会儿，性感宝贝马上就到。哇，城管！别动，长官，我是送货的，是不是用车送货也不行啊？什么事？豹哥，还没摆摊呢，不如算了。根据指引呢，这一层是月租车位。不，访客要停在一楼的十租位。都说是住户了，什么访客啊？而且下个月就变月租了，先停着。哎，一天没交月租，就算是街坊也要停在一楼。谁说我怕你？我又干什么？根据指引呢，这条是行人单程路，不可以往回走的。这行人有单程路？嗯，这就两步啊。根据指引来说，两步都不可以后退。你可以根据这个指示转一个圈回到你的车位，再把车开到一楼。不对呀，那你们广告上的鲍鱼比我女儿脸还大呢。谢谢你选购我们的原汁幸福鲍鱼聚宝盆，这是鲍鱼跟盆菜一盆盆来的，谢谢你。不是吧，小姐，广告写得很清楚，巨型福报。哎，你们这么大的快餐店卖那么多广告，怎么可以这么做生意呢？性感宝贝来了，性感宝贝。啊，各位不好意思啊，刚刚放学，所以来晚了。我也是大学生。你想像他那样吗？嗯。回去对着镜子拿根眉笔，然后在胸口画条事业线出来，你的事业运不就出来了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弄脏了，我赔钱给你，拿着。你收钱了，这下是人赃并获了，收货，抓人。你这不是摆明在骗人吗？太太，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这么大的公司打开门做生意，这么大的招牌挂在那儿，谢谢。哎，先生，又怎么了？根据指引来说，这个停车场范围以内，行人时速是不可以超过5公里的。什么指引呢？什么五村呢？这个世界疯了！你干什么？神经病！豹哥，这样不行啊！有什么不行？不够数你赔啊！吸水，少春。就算你不相信，我还是要说的。根据指引呢，你现在必须把你的车开到一楼去。谢谢。减速。东西拿好啊，喜欢吗那个？才几点钟啊，怎么整条村子静悄悄的？就快开饭了嘛。东叔啊，果然有两下子，肩膀轻松了很多。当然了，保证马上见效。嗯，以后哪不舒服过来找我啊。好。哎，你好。你好。慢走啊。爸爸。爷爷。今儿什么日子，这么好回来看我啊？进来再说吧。什么啊，前几天打电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我们全家过来吃饭呢。你还说呢，十几年了，你回来多少次，每次都嫌地方小，结果还是去外面吃。今天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是真的了，这不全家都回来了吗？
老爸，快点吃完切蛋糕，我还有事呢。切蛋糕？切什么蛋糕？是啊，老爸把我们都叫来是有重要事情，肯定有人生日吧？我再跟你们说一次，我的生日是7月14，不是今天。老爸，其实今天我把大家都叫回来吃饭，是有事情要跟大家说的。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全家都要搬过来这里住了。不是吧？别开玩笑了，这里怎么住得下这么多人啊？就是啊，练缩骨功嘛。先让爸爸说完，爸爸有原因的。小顺，你一直嫌这地方小的，怎么忽然要搬回来住呢？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其实呢，是这么回事啊。他开的那家玩具厂呢，很多客户都在美国。现在美国金融海啸嘛，我们有几笔大生意都没有了，所有货都积压在那儿。那怎么办？能怎么办？工厂倒闭了呗，员工遣散了呗，银行追债了呗，但是死不了的。不过我们的房子没钱公款了，所以银行把房子收回去了。现在来说，暂时宣布破产。破产？不是，暂时住在这里啊。哇，从这里上学不是要很早起床？早睡早起，精神好啊。这里都不能上网。整天对着电脑，辐射很大，坏眼睛的。老爸，你也知道我是做哪行的，我抓小贩的嘛。现在那些小贩都成我邻居了，那怎么行啊？那不挺好，不用上街就抓到了。我带大家回来住呢，是想大家感受一下乌村的气氛，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因为老爸就是在这儿长大的，这个乌村不仅仅对老爸很重要，其实对很多香港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六婶，三太公。大众开台冷面似莲蓉，又放工打餐桶，围埋砌几圈论论英雄，是世座众英雄。等冲凉，等出工，出面洗菜，里面六亲冇阴功，九两菜送两条葱。患难里皆是艳丽艳彩虹，全是大英雄。爷爷小心了啊！喂，阿嫂。喂，小金毛，有没有内幕啊？喂，你上次介绍给我那个368涨了1毛钱啊，还有没有别的？很集中，慢点，慢点啊！我怕你收摊啊，李鲁卫。你才收摊呢，叫李先生。是李先生，好生意啊。怎么？立牌啊？本茶墨鱼真丹，我来了，哇，要死了！站住！香港小姐选举还开工啊？大家快跑啊！快跑！行了行了，不用跑了。喂，三哥，过来借了。你们做生意别那么张扬嘛，我很难做的。今晚早点收工，回家看看姐吧。收队。这么好说话？不明白规定，过来借酒放生。三哥让着我们的，平时他很能跑的。哎呀，小帅哥，搞什么？搞这么半天。就是啊，热死了。不好意思哦，马上好，马上就好啊。有的时候呢，要高一点。哦。要低一点。哦。好了。哎呦。喂，小上海，修理灯管修理一晚上了，快点儿。赶着去哪里哦？去啊。看港姐。今晚有空毛灵了，哎呀，对啊，快点快点快点！港姐开始了，哎，来这边，不错，坐好没有？开始了，来晚了你。喝汤了，喝汤了，你的。谢谢啊，哇！喂，叫你个苏珍，别躺着我们看木瓜好不好啊？不给他喝。那我们都是客嘛。通苏，你的未来儿媳妇好像已经过了门一样啊。什么未来？现在我就当他过门了，不行。小帅，在电话公司接线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内幕消息？选谁做冠军啊？股票我就知道，或者今天六叔没打电话，没收到消息。哇，胡毛林！哇，过来看呐！胡毛林平时穿的挺保守的，想不到身材这么好，真有眼光啊！你看就看，你摸我干啥？别让他看，别让他看啊！有一掉下来啊！过来呀！什么？不能掉！不能漏啊！救命啊！救命啊！快点，快点！哎呀，行了，快点！哎呀！
太太，你好像是要生孩子了。废话，当然是要生了，难道肠胃炎啊？哎，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救护车来了，孩子都出生了，赶快扶他下来！是女孩，是啊，看看啊，哇，你的宝宝好漂亮啊，白白胖胖，很有趣，很可爱。身为香港小姐冠军是我人生的转捩点，过去一年是我人生最充实的一年。老爸，这才叫做电视嘛，高清啊，你看色彩多鲜明啊。你那个古董啊，扔了它吧。什么叫高清？我不清楚。不过这个呢就很清楚，你看这女孩清楚的连鼻毛都看到了，我这老花眼看这么大的电视头晕，我还是看我那个。那是灰尘，哎，不用，好玩意儿都不会欣赏。爸爸，箱子没地方放，房间那么小。哎呀，乖女儿，你光衣服就四箱了，你的鞋子比鞋垫还多，收拾一下看哪些不要的，就扔了它吧。哎呀，怎么，又轮到你了？爸爸，你的几十箱玩具都没地方放。我也不玩玩具，干脆都扔了吧。把你扔了，我那些玩具啊是可以卖钱的嘛。来，志成，快帮我收拾。妈妈，我牙刷在哪儿？哦，我好像没。喂，你这么大的人了，不要连找个牙刷也妈妈妈妈的。妈妈。哎，对了，妈妈，我们买新毛巾了没有？啊，爸爸呀，你们爷俩不是一个样。有啊，擦完布要不要？有人呢，保卫会支援例行检查。什么事儿？怎么回事？警察，小超，让防卫人知道我们这么多人住在这里啊！老爸这边地方不行了，不知道那怎么办？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怎么办？藏起来！快进去！怎么了？这么热闹，别装了。哦，来了来了。啊，你好，你是吴通是吧？是啊，我是非凡哥。哦，资料显示，你一个人住。刚才怎么那么热闹？哦，没有，是电视机。你看电视多大，喇叭也大，人多当然热闹了。一个人住看两个电视机？哦，一个看无线，一个看亚视。亚视的小一点，无线大一点，不用换来换去的。哇，你家还不少人呢。是啊，不过全死光了。别吵！死光了。你是不是耍花样啊？你真看见了？看见什么？你是不是看见里边一个小女孩，两眼翻白，舌头伸得很长？还有一个在地上爬呢。哎呀，这几个东西搞得我家无宁日，现在送外卖的都不敢来了。几个？五鬼灭门惨案听说过吧？拍过好几部电影呢。哎呀，真是的，他们两个呢是吃东西噎死的，还有一个是洗澡淹死的。有个女人更冤枉，那厨房里做饭愣是给烧死了。还有一个更特别，脑袋可以360度转。你猜猜怎么死的？更冤枉，睡觉让人扭断了脖子。那就在你后面。我告诉你，你千万别碰他们，一碰他们呢就跟着你一辈子了。就像我这样碰过他们，现在就跑不掉了。除非你想那样，那你就碰。要不要找人来超度一下？都死了，怎么度也没用了。你孝敬一下他们，啊，他们就不会记住你了。
你要喂他们。怎么喂啊？扔地上他们就会吃了。他们好像不大喜欢啊。啊，对了，我差点忘了，他们很聪明的，你给他们东西吃，他们怕有毒，所以呢你就要自己示范，让他们知道是没毒的，那他们就吃了。你要吃给他们看一看。嗯，拜托了各位，先吃为敬啊。还有这个蜡烛也要，随便舔一口吧。啊，好了，没事了，没有毒，开饭吧。露胸也不是一定完全不行，但是什么看尺寸。你想想吧，人家想拍的就是你没有的嘛，别说了。哎，嗯，我怕他们不习惯呢。哎呀，小孩子适应能力那么强，猪猪就习惯了。我不一样，是在无村长大的，我是担心你，你生下来就住豪宅，乌村这种地方你来过都不超过三次。我怕。是的，玉泉在家里照顾孩子闷死了。妈，现在再出去做事一定又让我做经理。嫁给你这么久都没什么机会给公公做顿饭，现在有机会了。以前孩子们一回来就进房间里说话都要发短信，现在一家人有说有笑的，我觉得我们大家亲近了很多。我们也好像好久没搞得这么亲密了。喂，这么快就到25号了。是啊，我怕孩子们会听到。我尽量控制住，小声点。控制住。能够听到。嗯，啊，睡觉。哎呀，阿婆，你怎么有水？小姐，芥蓝新鲜吗？那是菜心呐，你不经常买菜吧？我的菜全都很新鲜的，就8块钱一斤了。一斤是多少啊？一斤就是一斤那么多了。不是，我以前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人家是一捆捆包好。喂，陈太太，今天菜心很新鲜的。那给我一斤吧。好啊。哎，8块，谢谢啊。嗯，我也要一斤菜心。喂，为什么人家那么多，我这么少啊？每个的重量不一样嘛，不是看大捆小捆的。你放心吧，够分量的。妈妈，你在菜市场说超级市场，人家当然不便宜给你了。还有啊，你穿得像个少奶奶一样，哪像住在这儿的？要像住在这儿的。哎，人家酱油大姐姐是吗？我现在去，拜拜。爸爸，我买了东西孝敬您，我推您下楼晒太阳好不好？我推你下楼好不好啊？哦，行了行了，女儿，这回行了，妈咪真的很有信心，凭这身打扮的从彩云村扫到大堪村。哎，只是打扮像有什么用啊？说话一点都不像。啊，麻烦你让一让嘞。谢谢谢谢。老板。哎，要什么？那个多少钱？哦，这个9块。我要10瓶。什么？10瓶。哦，知道知道。哎，10瓶90块。老板。哎，要什么？哇，你不是小顺的老婆，干什么穿成这样？麻烦你啊，他要10，我要20。嘿，你明知道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拉屎去厕所吧。老板，我不是要拉屎，我是要20。一屎二十，
都是屎啊！我要这个哦，屎！你要用这个拉屎？是，谢谢啊。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妈妈呀，妈妈，求你不是。好了好了，再给你一个，我看你饿死。哎，再给你一个。我跟他说饿死，他不明白。跳舞出汗了吧？一会儿回去赶紧洗澡啊。去见了，六儿。在这里啊！哎，以前是啊，搬走很久了，今天回来看朋友。哦，哪家？606。606，这么大反应啊！同叔，哎，阿龙啊，阿龙，找阿龙。同叔你好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Dear class, although the HKCE has been cancelled this year, there is no more grade A for any public examination.But I will help you get A for internal examination. A for all, all for A. All A! All A! 是啊，我知道。啊，是不是又是他？嗯。啊，你先走，先走。李琦。啊，校长，什么事啊？我想问问，你收生的情况怎么会这样？以前你几百几百的，现在你越来越少，就剩下几个了。我每天开间教室给你呀，那电费都亏进去了。对不起啊，可是这一季度收生情况差，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好的，明天见，拜拜。用得着穿成这样吗？什么叫用得着穿成这样？你懂什么呀？我们重金礼聘请弟弟回来呢，不是因为他的领口开得有多低或者裙子有多短，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严肃的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贴题要贴得准啊。弟弟今天贴英文题目呢，命中率是98%。哎，是99%才对。喂，你干嘛贴英文题啊？你教中文的。哎，他教哪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男朋友的主科是什么吗？没错，我男朋友是考试局的高层，今年啊，他还参与出英文高考试卷呢。就是，所以呢，他不会英文没关系的啊。最重要是他知道今年出什么题目，对吧？嗯。难道你男朋友年年出试题吗？哎，我也未必年年都是同一个男朋友嘛，哈！那这样才叫上进啊！李琦，我看你呢，不如转教数学吧，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呢明年是出数学试题的，我想他应该喜欢你这种比较平实的哈。你快点查查你的时间，看看能不能帮你安排个饭局，好不好？李琦，嗨，可以走了吗？他是谁？我男朋友。
他爸爸是考试局局长。嗨，走吧。嗯。喂，嗨，拜拜。哇，挺帅的。考试局局长不是个女人吗？好像是哦。哎，开饭了。哎，老爸，你终于肯找人修理好这把风扇了。不是，还用找人修理？有我在这儿，加点润滑剂就行了。小孙，很久没见了。原来是你。我们现在呢，就在彩云村。这个吴村呢是很厉害的，他已经连续5年拿到筹款冠军，到底今年可不可以继续呢？喂，老爸，善款交了吗？就差我们这层了。啊？就差我们了？是吧？阿龙已经把善款拿来了。干什么？轻飘飘的。哎，全村纸币没硬币，当然轻飘飘。阿龙，喂，开门，阿龙，阿龙啊！喂，干什么？看见阿龙了吗？没有啊，怎么了？难道他？不是吧？阿龙，干什么？干什么？啊！阿龙，他什么了？哇，这么严重！阿龙，阿龙，什么事啊？真的不知道什么事啊？什么事啊？阿龙好像把东华的善款偷走了。哇！不是前面是阿龙，阿龙，开门啊！阿龙，上狗偷走了，兄弟啊，怎么回事啊？要把他拿走了，没事，安静，安静，安静点儿，钱没丢在这儿呢。哎，快拿解捐了吧。啊，好啊，可以上镜了。走了。老爸，那钱。小顺，做人最重要信任，信自己，信兄弟。既然你把他当作兄弟，你就要相信他不是奸手自盗的人。他把钱都偷走了，我怎么信他？阿龙可能有急事呢，把事情解决了，他一定会把钱拿回来还给大家的。你菲博的登记名字是不是 Dragon Chai？ 啊 ，Dragon Chai 就是我了。为什么女朋友好多都用假名啊？什么假名？希拉里、奥巴马。真的 ？PSP 画面没有了，加点汽油行不行？滴一滴就行了，介绍汽油的问题啊。龙哥，那些松露怎么做？也当然是炖了。我千万不要，不能等等等等。哎，老爸，他怎么会在这里？他回来干什么？是这样，阿龙刚从美国回来，没地方住，我让他先在这儿住一下。我们家现在很大嘛，我们还嫌不够挤啊，还是够他在这儿住。老公，多他一个不多了。是啊，你知不知道那什么人呢、啊？你知不知道害得我们一家人什么样子啊？我们整个村什么样子？多他一个不多。哦，好，那少我一个不少。小孙，喂，小孙，喂，小孙，小孙，小孙，你听我说啊，小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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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哎，干什么鬼鬼祟祟的？你做贼呀？是啊。面包店你不记得啦？烧麦呀！当年下水管爆了，你趁机揩油，你忘记了？哎，真倒霉了，水管爆了，全都是水，你说我们怎么做生意哦？就是啊，把我们的面包都弄湿了。我帮你们把水砸关了，其他的水管也没问题。等会儿呢，我再看看电闸有没有事啊。谢谢你啊，龙哥。头发怎么会这么柔顺的嘞？别看！哎，抱紧一点！哎，很危险！哎，很危险！很危险的！他这样会不会死啊？哦，他做惯了装修水电工，受过专业训练，很能承受电击的，憋20-30分钟都没事的，病人看了一会儿很恶心的啊！我不行了！受过专业训练的，坚持住！我好累，累呀！我再抱一会儿，为什么没事啊？对啊，没电你抖什么？哎呀，刚电完了，我呼吸不了了。你没事吧？怎么样？你没事吧？我不能哭，
呼吸，人工呼吸我会呀、啊！不行，我来。来，让我来。不行，肺活量大。傻猪猪，人工呼吸跟肺没关系的。是哦，我们在圣约翰救伤队拿过急救勋章，这么辛苦的工作，还由我们来吗？啊！你怎么了？怎么了？跌跌倒我！我要人工呼呼！一人一个。人工呼吸。让我来噻。队长，交给你了。队什么长啊？他就是我们圣约翰救伤队队长，人工呼吸这件事他最在行，他就是圣约翰了。圣约翰不是老外吗？你哪外了？好好的中国人起了个外国名，崇洋媚外，卖国求荣。小孙啊，不知道松妹现在怎么样了？你见过没有？我走了那么久，我怎么知道？你呢？我都不在香港，不过我猜应该没有怎么变呢。为什么？面包店都没变。让我来，让我来。喂，你干什么？我再弄爆水管。喂，不要。谢谢你啊，龙哥。小顺哥吗？我想你认错人了，我是个瞎子。瞎子还戴眼镜？平时用来装饰的。不好意思，就是吴顺啊。不是不是，我的盲人拐杖刚刚掉了，所以想回来找。强，小强，你是小强？你明明是阿龙。我一个哑，一个瞎。哎，是啊，我们兄弟俩真是很可怜的，一出生一个瞎，一个哑，这么惨，请他们喝东西。好啊。谢谢啊！啊，我差点忘记了，我刚刚喝过。你还是给小强喝吧。你大哥真是疼你呀。茶你不喝，那吃面包吧。光吃面包不好吃。说的也是，要有馅儿嘛。哎呦，忘记了，我喝东西的时候已经吃得很饱了，你还是给小强吃。让你心就吃吧，还说脏话。你没事吧？我是哑巴，怎么说脏话？你明明还不是你小上海。哎呀，那个谁害的我啦？小上海。哇，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你呀、啊、你真幸运呐、啊、那时候你差点娶了他们两姐妹，娶了你死得难看了。当年是他们两个说要嫁给你的，你幸运，你跑路了。当然，要不然你死定了。我告诉你啊，我血压高啊，这种极品当然留给你了，兄弟。什么兄弟啊？谁跟你和好了？哇，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是兄弟啊，你不会这么小气吧？我小气？没错，我没我老爸那么大方。20年前的十几万呢、啊，一个房子的首期都够给了，钱还是小事。你知道我最气什么呢？你气什么？就气你啊！一声不吭，一句话都没有留，就这么跑路了。兄弟，什么兄弟啊？这件事你也有责任。母女平安，太好了！太好了！又白又胖，哎，长得真漂亮啊！1987年香港小姐冠军夏宝玲小姐，在未来的一年，我会飞上枝头，周游列国，结识各国不同的有钱人。在这一年，我会很努力地钓个金龟婿。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住屋村的前男友，就是因为跟着这么穷的一个人，令我接受了很多不同的磨练，
令我更加有信心去接受未来众多的挑战。谢谢，谢谢。阿林斯不会这样说的，他不是这样的人，你扮演扮得像一点。他当然不会这么说了，他是这么想的嘛。我刚才用那个语气就是心声。我相信他，他人品很好的，他不会见异思迁的。港姐冠军不找个百万富翁，这不是人品，这叫人板，小上海。各位，我们的吴村呢，今年已经是连续五年的慈善村，今年希望大家加油，发动街坊们大家努力点。哇，我都回来了，过年啊。阿玲啊，你出国旅行啊？过一阵子我和妈妈要搬出去住了，两个星期以后就把房子还给政府啊。先把捐款给你。那，做港姐之后呢，出手也特别阔绰。不用这么急，其实你用自己的名字捐不是一样？怎么说，我也是在这里长大的，就算以后不住在这里，我还是会想念大家的。我先走了，大家保重。哎，乖啊，你也别看我们啊。胡茂林。小顺，走了。是啊是啊，拜拜。拜拜。看什么？把人留下。留什么？人家开奔驰的，我坐巴士怎么追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有钱嘛。有钱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我没有啊。五三五四。分不三不四的。五三五四是个小股，刚才我在机房听到大老总说消息十分可靠，今天三分，过两天三块，拿什么炒？我又没有钱。谁叫你穷啊？早就叫你跟我炒股票了，死穷鬼。我玩股票这么多年，从没有见过哪个人像你这么准的，说哪个升就哪个升。不过呢，你以前叫我少玩一点，为什么这回玩这么大？有什么消息？听我吧，这次的消息来源很可靠的，我自己也打算买一点。不过，不过什么呀？行了，我买算你一份，不用你先给钱。是不是定了？哪个啊？五三五四。港股继续受外围气氛拖累。今早开市，恒指再度急挫15%，交易所宣布将会停市4天。但是我的消息是真的，当年我在电话房偷听那两个大老总说话，他们一直在说那个股票啊，谁知道他会停市4天，害死人。后来我电话公司也不做了，打算转行去卖玩具，还去开了间工厂，想着踏实一点，那不是挺好的？这才是踩到了地雷，一场雷曼风暴，全世界都退单。那我们厂最大的那张单呢，名字叫 Tudan， 名字起得多好啊！他一退单，我们这个工厂就倒闭了。幸好我干的这行不受他的影响。对啊，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去了？我还是做装修的喽，不过最近特别一点，帮美国的太空船呐、航空母舰啊搞个装修喽。哎呀，你吹牛皮都吹上太空了，你就快比杨利伟还伟大啊。我可不是吹牛啊，小顺，而且我很快在美国就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我把钱寄给了通叔，谁知道他只留下那10几万，剩下原封不动的退给了我。每个月我寄钱给他呢，他也不要，有一次我还买了房子让他搬出来，他死都不肯。我劝他搬出来都劝了10几年了，他不是要不肯搬。哎，不过很难说啊，吴村真的很好，因为他有股味，知不知道？什么味啊？人情味哦，整个吴村就像个大家庭一样，所以我这10几年真的很怀念，就跑回来喽。哎，你以为我很想搬走啊？主要这里没人了吗？一个个都这样，一句话都没有就走了。你是这样，素贞也是这样，真不够朋友。所以我说这次很特别，那你回来了，我回来了，素贞也回来了。怎么了？素贞她回来了吗？不是吧，她回来好几个月了，住在她大姨妈那里，就在家楼下。喂喂喂！
喝杯水吧。啊，当年你一声不吭的就走了，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但是没想到你又一声不吭的就回来了。哎，我也是才回来几个月，当年移民到加拿大很突然，不过我没想到过你搬走这么多年又搬回来了。你一点都没变。吃橙子。不过你变了很多。是吗？我变什么样子了？啊？你为什么那么硬啊？你怎么知道？你看看你，全身僵硬，说话又这么见外，连脖子都是硬的，晚上睡得不好吗？一把年纪，差不多都是这样了。脱衣服。这么快？你不想吗？想了很多年了。干什么？啊？我在加拿大学中医的，我有执照，你不用怕。不是吧？不过什么？大家都是老朋友，不用客气。谢谢了。孙松，哎，回来了，还好没有啊？当然没问题啦，怎么说是两兄弟，不好谈的好嘛，全都搞定了。谈好了他还不回来？哦，他刚刚说还有点气堵在这里，多走几圈消了气就回来了。哎，真是不好意思让你睡折叠床。有没有搞错啊？我不知道多开心呐、啊！我回来就是想能够多陪陪通叔啊，通叔对我很好的。晚安了，我把衣服收起来。嗯。哎呀，怎么了？糟了，衣服掉到楼下单位的衣架上。我去捡。哎，不用不用不用、啊，我自己去，我自己去捡吧。感觉良好吗？还好吧。很好。来，拿着。又干什么？接电线喽。啊，不需要了吧？疏通经络嘛。哦。有人吗？谁呀？我是楼上的。什么事？不好意思啊，我的衣服掉在你衣架上了。我可不可以进去捡回来？哦，那，你掉的什么衣服？我帮你捡。哦，不用不用，不用你爬上爬下的，我来吧。哦，哎，我就在楼上，是通叔家的，我是通叔的儿媳妇。啊，我帮你捡。哎，不用不用，哎，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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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啊，多不好意思啊哈。啊，我来吧我来。哦啊，是不是那件啊？那个。哎，行吗？你来来来。哎呀，哎，找个东西找个东西挑过来。有没有竹竿呢？啊，行不行？哎。你捡到了，说是被人扔进来的。风大。啊？不是啊，好像被人扔进来。不可能啊！啊，没有啊，是这个了吧？老婆，我可以解释，不过说了你也不信啊。行了，你以为我会介意吗？你要是从这屋里走出来呀、啊，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老公接电话。他的衣服还给你。这可能是他的电话吧。其实我是想来针灸的。是啊，针灸治疗。他已经在澳洲学针灸。加拿大。现在针完了，我先上楼啊。我先回家了，你有空来玩。爷爷哥哥，今天的早餐好吃哦。嗯，哇，爸爸早。爸爸早。好丰富啊。
哎，老婆，第一天上班穿成这样可以啊？哇，什么东西啊？苦瓜，好东西，降火的。你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苦瓜的。我知道，你就是平时不喜欢吃苦瓜，堆积的一身都是火，所以去针灸喽。哎，不不不，行了，难得一家人吃早餐嘛，我吃。叫你老爸多吃点苦瓜，他很喜欢去针灸的。我吃，你老爸。我吃啊。马哈姐，这么多年没回来，哇，整个中心变了样了，好像太空总署一样。没办法，现在瘦身中心啊多得好像便利店一样，如果我们不提升啊，弄点花样啊，怎么跟人家竞争、啊、不过现在那么多新科技，我怕我追不上啊。怎么会呢？我们公司刚开张的时候啊，那些大客户啊全都是你介绍来的。虽然现在他们都在家带孙子了，但是你能回来我太开心了。我们公司啊将来要冲出国际，真的全靠你了。马哈姐，我会努力的。这里好漂亮啊。老板娘。马哈姐。哎，很久不见了。你还是这么漂亮啊。嗯，喂，那有关工作安排的事情我就交给康美了。好，放心吧马哈姐，我会安排的。谢谢你啊马哈姐，有空请你喝茶啊。康美啊，你瘦了很多，很漂亮啊，你怎么减肥的啊？这里是瘦身中心，在这里上班有体重限制的，不过可能刚刚请了你，限制放宽了。康美，你做经理了。哎呀，你真能干的，真替你开心。以前你做实习生的时候经常帮我买早餐，太乖了。康美姐呀，啊，在公司要叫我康美姐，不要再提以前了，现在你才是实习生。我是实习生。嗯，你都是经理了，我至少是总经理啊。马哈姐说工作方面我安排。不是啊，康美。康美姐。康美姐。公司今年呢进了一部 IP199999， 你知道怎么操作吗？那 PP199999 不需要你操作，介绍会吧。那进体口服液 PC199999 成分你知道吧？不知道。哪个酒你都不知道还要做总经理？何太太又来打肉子杆菌呀、啊？来客人了，拿对拖鞋给客人。哦，拖鞋在哪儿？我没空训练你。阿美，带这个大婶下去，教她怎么发传单。哦，康美姐，喂，发传单。叫你跟大婶去发，你不就是大婶了？瞧你那个婶一样，哪好啊，呆头呆脑。就在楼上啊，你们有没有做过美容啊？我们公司的肉毒杆菌那是专门针对年轻人的，担保你的计划可以紧致到90岁。好好啊，下次吧。喂，他们两个还没发育好呢，你就让他们打肉毒杆菌？年轻时开始打可以阻止发育吗？担保一条皱纹都没有。小姐，我们公司有一款健体瘦身的疗程，只要一次性买1000个小时，我们会马上回赠给你90分钟哦。好啊，给我一张看看。好啊。喂，这个一看就是厌食症，你还叫人家减肥？就是这种厌食症的人呐、啊，才会减肥减上瘾的吗？这种人呐、啊，很容易推销的。魏大婶，你可不可以卖力点啊？佣金平分的。你现在和补药党有什么分别啊？你别傻了，补药党哪有这么好赚呢、啊？小姐，小姐，小姐，有没有兴趣打肉毒杆菌啊？我这么小就打肉毒杆菌，那打到什么时候啊，大婶？啊哎，对不起啊，不好意思。来了。哎，你搞什么？我说的是自然美态，制服泳装，乐缤纷的，穿成这样，这什么晒太阳？这套真是我中学校服啊！我找了很久的。啊，原来这样，那你看。这些才是真正的校服，这种校服才能激发出求学的心态啊。你已经没什么身材了，我选你是因为你才16岁。我已经19岁了。哎，是是是，来啊，来，脱下这身上海滩，穿这身，好吧，大家换衣服。不是，先等等。哎，行，不行，行了。哎，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不是，衣服太瘦了。不瘦怎么挤出来呀？叫你露一点点肉、不行，又不是要切你的肉，脱呀，脱！不用怕，童颜魔心老淫贼，走。
你刚才谢谢你啊。不用客气，我也是碰巧经过去拍照而已。你是碰巧吗？你大老远的拿着这么长的镜头，不是去拍嫩模吗？神经，谁说长镜头一定是拍嫩模的？你不是拍嫩模，难道是拍鹌鹑？你怎么知道？我真的拍了很多张鹌鹑啊。你真的拍鹌鹑啊？你拍的东西好怪啊。怪啊，再怪也没有我刚才看到一个女孩子穿着件超小号的校服装未成年少女让人拍照怪。停，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做嫩模吗？但是我想试试。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吧？你看，不是动不动呢把那些一二三四的姿势啊，化浓了妆啊，变了样子才叫漂亮，有时候要看内心。哎，我觉得很漂亮。那这个呢？这个呢，胶带和那些色彩构图呢，我觉得不错。走吧，你有没有自己买的鱼啊？哎，要买条鱼啊。今天不买了。哦。哎，你知不知道这摊是干什么的？他们是专门修伞的，很专业的。真有趣啊。第一次见吧。对了，我们要买点东西。买什么？买一瓶竹叶青送给老爸，给他留个好印象。好啊，走吧。那土房子我试过了，还行。啊，琪琪。嗯。我电话忘在刚才吃饭的地方了，你先去买。哦，我一会儿回来找你。哦，好吧。不是这么倒霉吧？偏偏今天碰到你，不会认识吧？老爸，哇，穿上西装可真美呀。喂喂喂！哎呀，越是不想发生的事越是发生了，这回死定了！我抓过你的，这下惨了，这下真的惨了。自己在这里自言自语，是不是有什么事啊？哎，想不到林芦苇有这么漂亮的女儿。你也认识她？什么我也认识，我跟你爸吃她芦苇长大的。哎，进家中，老爸是被抓过的小贩。电影里面才有啊，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啊？自摸岗上开花，手气真好啊！哇，真的在那擦麻将。哎，给你们介绍啊，我侄子，小顺的儿子，见过了。我来介绍啊，水果男，这个刺哥，这个于让华。三哥，赤哥，华哥。三哥你认识啊？三哥啊，哎，以前是城管队的队长，哎，是你老爸的偶像。别乱盖了，侄子，你做哪行的？我做公务员。什么公务员呀？城管队就城管队呗。哎呀，以前的城管队很会做人的，大家都是混饭吃嘛。是啊，现在那些啊，哼，屎都不给你吃啊。那时候三哥啊很照顾我们，能不抓就不抓啊。啊，那怎么凑数啊？不，你做事为了凑数啊。你当初为什么做城管啊？本来我想当警察，但是考不上，爸妈叫我做城管，我就做了。和我一样，我以前想做厨师，开间餐厅，但是找不到铺子，只好摆摊喽。还有啊，李鲁卫呢，小时候很想开飞机，读的书少没机会嘛。我猜他现在啊，玩游戏机。我猜你老爸让你做城管，多少受三哥的影响。他老是跟我说，城管也是公务员，也是穿制服，也是为市民服务。哪儿有那么伟大呀？大家都是人，没必要赶尽杀绝，对吗？做人呢，最重要无愧于心。你的朋友叶谢邓介绍的不错啊，在电视台好，读训练班比做嫩模强。哎，不过别什么角色都接，形象很重要，知道吗？哎呀，妈妈，我是群众演员，而且还是候补的。什么都要好好把握的嘛，这样机会来了才能抓得住啊。你是不是无知？是啊。三场需要一个丫鬟，快点换衣服吧。哎呀，机会来了，我先换衣服啊。哎，我女儿，及时准备，及时准备了。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来拍戏的。喂，李小翔又过场，导演吵翻天了。那也没办法啊，美女，帮帮忙，帮帮忙，帮帮忙嘛。啊，李小翔啊，师弟李小翔，真能见到李小翔啊？是啊。导演，导演，拍张照，放到微博上去。来，像。微博，微博，有没有那么多粉丝？好了吗？喂，好了没有？好了。行了，导演。好，就位，开始。你忏悔，就是对不起我。啊，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贱人！
你舍得吗？停！地神就位。翔哥，翔哥，叫我醒哥。哦，对，醒哥，醒哥。哎呀，你真是太帅了，你好瘦啊你。导演，我演什么？女淫妇。淫妇，我哪会演呢？你会的。啊，我导演。开始。你打我，你打死我呀！哎呦，老祖宗，这么就算你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呢。替身就位。翔哥，小点声。我不舍得打死你，因为你是我的女人。可惜，你并不是我唯一的男人。为什么你要告诉我？停！替身就位。该死的那个妖星！我真的不舍得让你死。那好，我们就一起死。好，我先死。打我！停！替身就位。我来，让我来。开始，等等，还是你先死吧。停！替身滚开，紧箍弹就位。滚快点，滚快点，滚快点，滚呢，快点，滚呢，滚滚。开始。能够死在你怀里，我感到好幸福。停，滚回去。啊，就位，再准备。哦，紧箍弹休息一下啊。快点，浪费胶片了！快点，快点，哎，快快，好，开始，死，小姑，好，辛苦了，收工了啊，收工了，辛苦了，收工，收工了。哇，啊，妈，你怎么了？啊，没事没事，刚才厕所滑倒了，我一不小心摔到马桶上了吗？没事没事，没事。什么马桶把你摔成这样啊？那女儿啊，啊，你以后如果要红了，记得要对替身好点，知道吗？啊，还有啊，别拍打戏啊，就算要拍打戏呢，千万别和李耀祥拍啊，他刚刚拿了两个师弟啊，那还不打死人呢？真不是个东杰。哦，爸。哎呀，你吓死了我亲。爸，再跑过来看我。是啊，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谁呀？男朋友啊。啊。哦、哎呀，不是这个，伯父，是这个啊，伯父，哎呀，跑啊，伯父，你误会了，想陷害我，伯父，爸爸，你干嘛踢他？你没事吧？你误会了，我是琪琪的男朋友啊，你知道他干哪行的？知道，他是公务员喽。公务员？我知道是我不好，没告诉琪琪我在城管上班。别那么多废话，你以后不准见我女儿，哎、走，别这样，我要做生意，走。啊，不是啊，伯父，黑手不是我，哎呀，站住！别跑！黑手，伯父，滚开！不要！站住！别跑！站住！伯父，快走啊！走！别跑！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跑！无名，你身为城管队的队员，竟然帮着小贩们逃跑，人家一把年纪。你不要这么没礼貌！我平时怎么教你的？人家也是为了糊口。今天是中秋节，不用赶尽杀绝吧？中秋才是旺季嘛！中秋不用凑数吗？傻瓜！我告诉你，你和这些无牌小贩们同流合污的话，和帮贼抢劫一样没分别。小贩不是贼啊，我们又不是来抓贼，不是有权抓人就了不起啊？有人做消防员救火，有人做警察抓贼，大家都是为了赚钱养家。为什么我们天天出去抓小贩养家就叫伟大？他们呢，天天提心吊胆靠摆摊养活全家，就叫贼。说心里话，谁没光顾过街边小贩？为什么我们光顾就没问题？人家摆摊就被当贼，被人追被人抓，小贩也有尊严，也是普通市民，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啊，长官。
如果我今天穿着制服正在执勤的话，我一定会尽本分。但是对不起长官，今天我放假，我想用我私人的时间做一些我认为对的事情。这真是十年如一日，跟面包店一样。来来来，谢谢姐啊！哎，正是你们两个家伙，哇，久不见了！你好，这么久没涨价，还没关门呢？我是老板，我爱怎么样怎么样，你管得着吗？我这是街坊生意嘛，加一块钱我都觉得对不起他们。那就说冯叔吧，每天晨运完了一定来这儿做，叫我加价，不如叫他别来。我做不到了，哎，你们两个也是，这两个菠萝包一会儿不用买单，我请，当送你们中秋礼物，怎么样？哎，喂喂喂，啊，今天中秋吗？你以为过年？我没想过。干嘛干嘛？别妨碍人家拍拖了。阿志和那个小四眼拍拖？哎呀，拜托你留意一下微博了，还有很多照片呢，都是小四眼帮他拍的。不过没拍拖，只是对他有好感而已。没拍拖只有好感，你也知道。哎呀，你上微博看看吧，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栏里写的，他们俩的关系相当复杂。哎，你先等等，您那个什么微博，是不是可以写东西给我女儿？你要说什么，我帮你写。那你帮我写啊。好。哎，亲爱的女儿，自从回屋村之后，闲有时间，未能与你共聚天伦。适逢中秋佳节，可否邀请你的四眼小朋友购买灯笼？搞定。啊。这么快，我还没说完你就写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帮你先写好了。但是我说了很多，你只写了几个字。现在有简写吗？你有没有搞错？这都不知道，连荣华富贵我都写了。你看，WWFK， 不就荣华富贵喽？这就行了。发送，这就行了。他收到了。调高一点啊！迁就我，不是迁就你。喂，啊，康梅，姐。一会儿呢，会请一个师奶上来试试我们的纳米修身机。好，我要准备写什么？一定会有人举手吗？没有你就上来喽。作弊呀！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推荐我们公司最新推出保鲜保湿去脂肪纳米科技修身疗程。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想邀请各位上来试一试我们这部仪器。首位试用的朋友可以得到我们公司送出3个月的疗程，还有全线的健康产品8折优惠。八折哎，八折！有没有朋友想试？有没有朋友想试？我举手啊，举手啊！喂，叫你啊？什么？上去啊？不用了吧？这么多人，想干呢？哎呀，对了，就是你这位太太。你好，你好，这位女士，你做哪行的？寿星。什么？寿衣。哦，你是做死人的寿衣？你觉得自己的身材有什么问题呢？你说呢？不用我说，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你看看你的双下巴，还有你的赘肉、大屁股、蜂窝组织、肌肉松成这样，哇！看看你的肚子，怀孕3个月了，跟了我很多年了，是时候正视一下了。我们这部纳米修身机绝对可以帮到你，用法非常简单啊，就像你在家里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一样。首先用保鲜纸锁住水分，然后再送进仪器加热。走吧，婶婶，走快点，叫。走脂肪，锁住水分，而且我们的纳米技术还得到德国纳米技术局的认证，保证100%安全。我们看看效果，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轻了很多？轻了，效果真的很显著。还有谁想试吗？拿出去发呀！后面，经理呀，经理，
你可不可以下次找别的同事做啊？哦，你不想做啊？我倒无所谓，不过你想想，销售你不行，讲解仪器你也不会，你有什么竞争能力呀？就只剩下你的双下巴、赘肉、大肚子这些喽。这么好的条件你不珍惜，会做的你不做，我没什么能让你做的了。没有，怎么样？没问题了吧？没问题，明天继续吧。我，这，帮我，你也先把我放开呀！喂，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人啊？哇，哎，你看，喂喂，哎，干嘛的拉着？啥子事情？今天拉一个啊？哎，不用怕。瞎扯什么呀？我小时候住乌村那会儿，中秋节这里还挂满了灯笼呢。哦，中秋节。哎，请侬吃啊，很好吃啊，吃花。嗯，好吃好吃，真的好吃。老公，你回来了。哎，你也尝尝。啥子吃花？什么花都没有，吃花好吃啊，送给你们了。老婆，回去那得夹在头上给大家吃。要得要得，走。小心别着火。真壮观！哎，爸爸，哎，哎，回来了，这位，我女朋友李琦，伯父，李鲁卫，这是你女儿？嗯，喂，这位是你爸爸？要不我一直想不通呢，怎么会有人给孩子起个名字叫无名？哦，我现在明白了，原来是你。我更不明白。你长得那么丑，怎么生个那么漂亮的女儿？哎，我像我妈妈。一猜就猜到了。吃月饼，李鲁卫。哇，这么大方，你请啊！妹妹，哥哥，我回来了。漂亮吧？好漂亮啊！那么多蜡烛，他是我的朋友。我住旁边那座，叫我叔叔。老爸，我买了很多灯笼啊。哎呀，好啊，挂灯笼喽！挂灯笼了，挂灯笼，慢慢等。喂，苏真，一起玩灯笼。喂，这么多人，我只有两个柚子，不够分呢。不用担心，有这么多人，就一定有这么多吃的。那倒是，你拿着干嘛？我去关门。关什么门呐？大家都在这里过节，谁会偷东西啊？那倒也是。下班。哎，来来，给我一个。哎，明儿，把这给爷爷。很久没玩过了。喂，小乖，你放火！哇，你找死！放火回家放吗？真是倒霉，中秋还要抓紧烧蜡烛。好。好棒！为了爱情，今宵不冷静。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情共爱那样去追究，自由通通抛诸脑后。你为了爱情，今宵不冷静。你为了爱情。我离开了这么久啊，因为乌村变了很多，
谁知道刚才和建老板玩的像疯了一样，简直就和以前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呢。什么没变？你看看现在，儿童滑梯是胶的，地面也是胶的，你知不知道整个村子缺少了什么？缺少什么？就是整个乌村都没有一间卖玩具的商店。那你自己就开一间好了。在哪里开？开我老爸家里啊。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乌村，是不是？啊，这里有很多铺子。那这间铺子是空的，你开在这里就行了。那你就在旁边开一间装修公司，反正你别的都不会，就会装修。对面有很多铺子，一间一间一间，不如叫上李鲁卫、水果篮，他们一起开铺子，好过整天多城管啊。啊，你的皮肤保养的还真不错。是吧？哎，搬到这来之后啊，再都没保养过。这个年纪算不错了。什么这个年纪啊？咱俩差不多。差不多？不是吧？梅艳芳拿新秀的时候，我才上小学，估计你啊，怎么也中学了。我初一而已。你干嘛？你留了好几年班呢？啊？我读书成绩很棒的。你属什么的？你属什么？你先说。你先说。不是我先说吧？我属火的。哎呀，对不起啊。有没有搞错呀？我本来只有一点肾虚啊。现在被你扒的肾亏了，你从大学开始说嘛，也就说几个小时啊！你从小学开始说，那不是说几个星期？哎呀，把我的血都拔出来了！哎呀，这些很快就散了，很快会散。我早知道去捐血了。不好意思啊，下次来我给你打个折。下次来，你们两个还没有说完呢。慢走。哎呦，哎呦，哎，素贞姐，我们进入正题吧。你不是纯叫我来针灸的哦。哦。其实顺哥呢是我的初恋情人，不过都是过去的事了。如果真有值得怀念的，也是怀念以前在乌村的那段日子。不过我没住过乌村，真的不了解你们怀念什么。我也觉得你真是不太了解。不过看到你被包得像粽子一样，我看你也是为了家庭。事到如今没得选择，而且破产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老公整天不闻不问，太懒散。不是的，小顺他真的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努力。但是你知道，他们男人啊，外面的人怎么看他无所谓，最重要就是家人的支持。如果你真的支持他，他就什么难关都能闯过。你明不明白？我明白，我当然明白了。不过我有些事不明白。什么？你是不是很恨我？为什么？你为什么把我扎成这样啊？哎呀！名牌玩具、绝版模型，都卖来看呐、啊！名牌玩具。绝版模型，不卖来看看，老板。哎。老公接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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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喂。喂，在哪儿了？哦，没什么。刚刚约了个客户，在谈集资开工厂的事。谈生意的。对。人家有兴趣啊。哎，我们的工厂啊是名牌啊，很多人抢着要呢。我呢正打算跟他谈个好价钱。还没有谈好啊，这种事急不来的。你喜欢站街上谈生意啊？是素贞告诉我你在这儿摆摊的。哎，我都跟他说了，不要告诉你。夫妻俩有事情为什么要隐瞒呢？怕你担心吗？要担心啊。就两个人一起担心嘛，这样才叫做夫妻俩一条心嘛。嗯，喂喂，老公老公，干嘛？老公，干嘛干嘛？干嘛拍我们呀？为什么这么多人拍我们呢？要不摆姿势啊？你们为什么拍照啊？你们为什么拍我啊？老婆，什么？的人肉搜寻之下，怎么会这样啊？全城的网上新 iPhone 太空一家是不是拍的？是大白啊！一家是买到太空之后，丢人呐！怎么会这样的？老公竟然包着保鲜膜跳着回家，谁知道让街上的网友拍下来放到了网上？这么多人围着我们怎么办？怪不得呢！这么多人围着，趁机卖东西啊！对呀，哎，名场玩具啊，意大利名
场鼻涕虫，只剩喂，你看看，真的是他，就是那个抱得像粽子一样的人哦。喂，再咬着皮包拍一张。行，咬什么都行，但是要满两个以上。来来来来，叫孩子们来。来来来来来。香港对你哋嚟讲，算系一个乜嘢地方？几多风浪冲撞，依然系我哋心目中嘅避风港。记得九七回归。要么你快买，要么快买，买两个模型拍一张照片。爸爸爸爸，没理由我们在这儿办得这么辛苦，你只收钱吧？那我又怎么样？对呀，爸爸，你应该做点什么？是吧？爸爸，我的糗事也被人放上网了，你也应该做点什么？不然怎么叫一家人一条心呢？仔大事，大事冇问题，今日答低，听日再发问。逼到物质质嘅物质，净系得物质。海边越细，越贵。你看看，你看看，交晒月费，只得起度系投诉，只都投诉一条毛，都要见 CEO。一样万样百样人，我哋好少让人。自在男街班男，机场阿婶，不过一样有高人，好似高坤。我好从容嘅市民，系晒高人。大家好，我是查理。这次很高兴得到我的好朋友 Mr. Dragon 菜的推动，开发一个这么有意思的计划。如果大家想在你们控制的铺位开设店铺或者翻新旧店提高竞争力的话呢，只要是你们自己的构思，在人力物力方面我们会全力配合的。我们的策划经理丹丹小姐会协助大家撰写计划书，提供专业意见。拿过去看看，好好研究一下。喂，这给你们啊。刚才那个是谁呀？Dragon 菜，那 Dragon 菜是我呀，我的英文名字很好听吧？他的英文名 Dragon 菜，是拽根菜，不是揪根菜。拽根菜，说这么半天他说什么？不知道啊，就是说你想开什么店，他都能够帮你的忙吧？喂，大哥，什么？这个查理信不信得过的？当然没问题了，当时我在哈佛演讲时候认识他的，我非常欣赏他，所以留下他帮我做城市规划。你演讲什么啊？我怎么样迈向成功之路？那些老外很喜欢听。什么呀？你别开玩笑。哎呀，我来给你介绍。哎，查理，你过来。哎，孙哥，我们从小玩到大的，大好人一个。为什么我说查理信得过呢？因为他也在乌村长大的，对乌村很有情意结。你是哪儿的？我是北角村的。哦。那时候说村子要拆完之后那里做了好多年的停车场，我伤心了很久，所以想为乌村做点事情。哎，反正我现在四大皆空，有人给我本钱做生意，有什么不好？我先报名。兴奋的，我想开间卤水店呐，地方不用太大，街角位，两边门口，几十尺就够了。啊，几十尺不够啊，几百尺我帮你出啊！快报名！现在有了活化计划，你这间茶记就不怕做不下去了，前途一片光明啊！首先我要装修啊，你知道我那间店呢，几十年都没装修过，哇！现在装修费既能够借，还能分20年才还啊！这次我要豪华装修，开新店更划算，成本押金我们出一成，他出九成，这间和这间算他们的，多划算！全部都卖电子产品，是啊，好多小鸡啊！是啊，一定是他知道我们在搞活化无村计划，特意来报道我们这个无村的。哇！还有这一边，全部都要搬走，我会找一间超级市场把它租下来。哎。请问你们是哪层楼哪个单位的？是不是要参加我们的活化计划？什么活化计划我不知道，总之我们的集团现在要把所有的乌村现代化，总之一句话，街坊铺走，国际连锁店进。哇，一套连锁店进来，那我们街坊怎么做生意啊？我们只做生意不做慈善。哇，你这不是赶尽杀绝？你们做事有没有良心呢？有，你没看见我一直捂着吗？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规矩，我们的员工守则。你这什么公司啊，这么混蛋？这个是我们的工作证，想知道什么公司自己领。我交了3个月的租金，货也定了，现在突然说要收铺子，定金会还给你的吧？不是啊，那时候是我们先付租金的，查理集团呢就会回馈现金给我们，
但现在店铺全是以查理集团的名义租的，定金只会回给他们啊。那就叫查理集团退给我们啊。是啊，对对，那要找到查理才行嘛。哎，对，这边找不到那个很漂亮的女秘书，现在叫你找查理，这么漂亮的女孩都找不到，怎么可能找到查理呀？哎，这样没用，太没用了，就是这样，没有，钱都全给了，要不回来怎么办呢？怎么样，小明？怎么样？找到了没有？找遍了都没有，他也不回电话，他连微博也不回应啊，我给他发了电邮。哎呀，怎么办呢？找到了，跑了，他准是跑了。不是，跑了，他不是这样的人。上次他偷了中华的善款，我们就不该再信他。同叔，当年你帮他补上那笔捐款，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怎么能这样？你听他的英文名字就知道了，什么拽根菜啊，连菜都不放过，何况是钱呢？这不信吗？怎么可能啊？阿龙，你这个王八蛋，我看错你了！不报应了，太不像话了！爸爸。为什么你这么说阿龙叔叔啊？是啊，可能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吗？老公，他不像是那样的人。当年他没有骗我们，现在也不会。正是当年他骗过我们一次，所以这次回来再骗一次。小顺啊，其实事情是这样的。阿龙，喂，开门啊，阿龙！开门啊，阿龙！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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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阿龙是为了帮我，所以才携带私逃了。信，这次的消息来源很可靠的。哪个？五三五四。今晚我请客，咱们加片好酒。不用，我走了，我走了。服务告诉我到底什么事情你搞不定，非要去做五小姐？我什么？你别告诉我你爸爸烂赌把钱输了，你妈妈得了生病进了医院呢？你怎么知道的？不是吧？这个电影里头才有的情节，怎么可能发生在我朋友身上呢？你到底欠人家多少钱啊？十三万。十三点？那你欠十三万那么多？还好我有。一万？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我没有，这欢乐满东华有吗？你干什么拿东华的钱呢？哎呀，他们要我看着这个善款箱，难道我真的看着个箱子啊？所以我就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塞得我全身都是了。拿去吧。钱是东华的，我们不能用的。哎呀，这些钱是我们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的吗？你现在不就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吗？有什么分别？我把钱拿走了，你怎么办？你放心吧。下个星期股市一开，那些钱就跟刀水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给我，到时候不但能够把钱还上，我还能够赚大钱呢。总之，你的事就是小顺的事，小顺的事就是我的事，做兄弟的两肋插刀义不容辞，知不知道我讲什么？讲什么？讲义气呀。那快去把钱还了，早点回家了，记住别告诉小顺啊。老爸，为什么只有你知道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你没问过吗？救命啊，来人啊，快点快点，我老婆生了，救命啊，快来快来快来，我老婆生了，快点快点快，我老婆要生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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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不行了，他尿裤子了！啊，不是尿裤子，是羊水破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又是要生了！啊，生了！女儿，快点上楼把你妈叫下来！快点！儿子，到最后去看看救护车来了没有？快去啊！你去，你去！不要吵了，先把他抬上去，让他躺下。少人，怎么？来吧，你抓了他手没用啊！你快来看看他心了怎么样？出来看，出来看！又怎么了？怎么头发比我多？我看见了。
快提高身了！拿热水干什么？我怎么知道？电影里面只要是生孩子，要拿盆热水来的，对吧？对吧？啊！来，还有生了老婆，你们女人来吧，我们男人不懂这些。生孩子我会，接生我哪会呀？哎，接生我来。哦，对了，喂，等等，你是学中医推拿的，接生你行吗？接生之道也离不开推拿那两个字，还有你把孩子推出来，我正好拿着它喽。哦，就这么简单。原理上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怎么样，就要实践以后才知道。你实践过吗？没有。啊！停住，老婆，停住，老婆，你快点！先止痛，先止痛。让开，让开。行了啊！他晕了。啊！晕了！我晕了，怎么生啊？是啊，只能等救护车了。救护车！原来路口爆胎的救护车是你们叫的。哎，不用等了，现在还在换轮胎。能能。哇，英俊美人啊！啊，哎，不是啊，本来是要生的，现在晕了怎么生啊？那快点拿个吸盘把它吸出来啊！来了，能是不是人呐？如果宝宝出生知道自己被一个用铜绳索的吸出来，他怎么做人呐？哎，看看这个行不行？我们公司的丰胸器现在正在做推广，要我们每人买一个回去试用，原价6999啊，现在员工价2999啊，就买了一个，想不想用啊？哎，这个行，这个行，不过力度不够，那怎么办？改装，试试看行不行？哎，有啊，有了，吸它，吸它，吸它！来，行了，能吸他的头就能吸宝宝的头，给他爸爸。哦，我来。哎，当然是你了，不然你怎么变成这样？快点了，哎，大家过来帮忙，抬走。老婆，你不用怕，有我在。我来了。穿成这个样子，你去哪了？我去买东西啊。不是吧？我们这边忙得晕头转向，你去买东西，你是不是人呐？不是我，差点我那笔账怎么算呢？爸爸，他真的去买东西了，你看看。哇，这么想怎么看呢？老爸，别套近乎。新股东郑瑞龙成功收购领悟超过51%的股份，并撤销进驻全港乌村新建商场、大型连锁超级市场及餐馆的计划，改为推行强化乌村民营。你竟然买了领悟啊！就一丁点，一丁点。好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以后不用交贵租了。大叔，不是交贵租，是不用交了，不用交。喂，等等，你会不会让大型超市进驻啊？当然不会了，就让农在这里开小卖店，开多大都行，做独门生意。哇，你疯了！我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再开大一点，你是不是？全让你做，你不干，真是的。哎呀。那你买了领悟之后，你还有钱吗？通叔，你放心，我还有啊。那就好了，我不是担心你啊。你还有钱，最好把稀碎也买了，过海要60块，去死吧！去，老爸，稀碎关你什么事啊？你从来都不过海的，接饭不过。要买就买电力公司，现在的电费这么贵，是吧？买地铁好，地铁年年赚钱，年年赚是啊。有钱就买 TVB， 街坊们天天看电视，哎，他们的节目真是，啊，你把它买下来，我进去帮你搞。Sorry. 做什么梦啊？就是啊，我赶紧吐了。上来。这么多人，还多了很多新面孔啊。老爸。这里有好几个乌村的人，有顺利的，也有平时的，大家听到平民市集重开，就马上过来了。我也想知道阿龙怎么样活化乌村。是啊，他这次真是搞得不错。大驴鲁真有本事，回转路我也想得出来，生意这么好。是啊，我还想到一个新菜式，叫做卤味船。不错，啊，把那些卤味寿司放在船上啊。好了，每个乌村我都帮你开一间。哇，规模那么大，那得起一个像样点的。有什么好主意啊？哎，我草出一道，有间店天天都有很多人排队，不过不知道能不能用他们。叫什么名字？叫班长卤味。那再加两个字吧，叫班长料理卤味。哦，他不让你用，我买下他来。我最喜欢吃鸡皮了。九姑娘，
你也来这里逛啊？我找你好久了，找我干什么？你也不签经纪人，你多难找啊！啊，你又想叫我做你替身呢？就是因为你做我的替身做得好，我打算以后呢，长期把你包起来，做我的专属替身。这样不好吧？那个混蛋李耀祥下手很重的，不行不行，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找你吗？你不做呀？你看看我吗？这位先生，你骨骼惊奇，命格独特，此乃双飞蝴蝶格，万中无一啊。但是可惜，你的命一定要找一个男的做搭档，而且这个男的还要英俊潇洒，外表不凡。哎，就是他。我跟他能做什么？娱乐事业，唱歌吧。唱歌？我不会唱歌。不会唱，说也行，说也能红。说也能红？我种地的。正好，这个命是辛苦命，辛苦得财，就叫农夫吧。保证你风生水起，红遍全宇宙。好像很随意似的。是啊，还是找苏明峰吧。对呀、啊，便宜20块呢。苏明峰还便宜？便宜。我觉得这个计划每一个乌村都可以推广。啊，要照你这么说，那全港的乌村都要活化了，好不好？老爸，你相信他吧，他这个人说得出，一定做得到的。哎，你现在知道要信任别人了？因为我们家和整个乌村都做了很多事。无所谓了。